星光红毯上是以专辑 Pro 入围年度专辑奖、最佳华语专辑奖、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的熊仔。Pro 专辑以熊仔最擅长的黑色幽默，正面的直球对决，让听众开始反思，在梦想职业化后如何去面对下一步。号称是熊仔面对职业倦怠后反思自己最走心的作品，这也是熊仔首次来竞争歌王的宝座，首度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奖。你的竞争对手啊 ，MC Hado 还有 Hella Cran， 甚至是维里安典礼主持人都希望你拿下这个奖，你自己怎么看？哇，谢谢学长。谢谢狗哥，谢谢 Crane， 那很谢谢他们喜欢我的音乐，对啊。希望呢，你把这一份感谢带到舞台上，好好跟他们说。Yeah， 顺利得奖喽！哦，谢谢谢谢。此刻的心情吗？哎，还蛮开心的啊，看到很多朋友，对啊，但人很多啦，很久没看到这么多人。Yeah， 有，我睡得还不错。就最近作息都比较正常，对，还蛮开心的。最近状态觉得还不错 ，Yeah， 啊，信心哦，原本没什么的，现在觉得来到现场以后，好像有一个 buff 的感觉，觉得还不错 ，Yeah。最想拿哪一个奖啊？库玛奖，我想拿葛莱美，没有，Yeah。